要是月薪3000，你买这些的话，可能就干掉一年了。这个应该是100多斤吧，63公斤，应该可以排进去吧？我还以为是什么超大，都这么说呀？哪有？练胸，好准时哦。你这些是从哪来的？没有，就是买的呀。买的。对，主要就是想看这一点，但其他的其实我也没抱多大心，就是纯玩啊，我不是那种真的。纯玩了是吧？对对。就买着好玩，就看这个能不能做。啊，这个刚刚厂长说是什么冬鳞玉？假皮啊，假的。然后你上次不是说这个？我感觉这个就像粉刷的一样。粉刷它？对，像那种油漆啊，这个我自己擦一下。它不是油漆，我告诉你，它是里面的，像这个的本质里面是翡翠。然后它这个是假，就是外面这层皮是假的做的。毕竟好像在德州他们又开展这个行动去清查去抓这些。我本身也没有。不是你还能找到这个人吗？没有，找不到。找不到了。他这个翡翠是翡翠的，他就是利用这个规则嘛，他就说啊，反正我卖给你也是翡翠。就是反正跟你讲也是翡翠，是正翡翠，是没。只有这个不是。这对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好像也很怪，这个也是假的。啊？这个皮也是假的。那我不知道。你看他的皮，不还能找得到这个人吗？真找不到，能通过？没事啊，这个我买了也不至于那种花费很大，不像你那个好多是上门来的那种花了多少万、那你这个买多少？这个买15000。你看吧，15000，你要是这个石头是没有问题的，像这些表现，它随便都不是15000的东西。像这个呢，2980。这个好好看。2980是吗？还是1980？1700吧，没有，我主要就是想看这个其实都。这也是假的。假的，但是它翡翠是真翡翠吗？就这么看，这翡翠是。我刚跟厂长说，我说这个肉好干，就是没有好像没有种水，是很干。可以切一下看看。可以啊，可以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还能找到这个人，我们就不要切他去找他。找不到了，没事啊，切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放心，我心态很好的。啊，那就啊，对。我告诉你，这石头要是说像这种表现的话，它哪是10000多能够买得到的东西啊？它就是皮是假的。我们翡翠很少，你看这里还有这种吗？像这种在那些矿山上的石头，那些人买到了，他都不会卖你的，直接就切了。那些矿主啊，那如果是卖你的，就是那一些去捡的，像那些就可能就有卖。像这种表现，你不要说这些能露出来这一点，就是这一点这么大的石头，这一点，它有点绿。对，它这一点它都不是15000人卖的。要切的话，你没事啊，直接切一刀看看嘛。那你看看里面。厂长，现在今天有人开门吗？你要不要先问一下？问一下，然后直接这样来一刀就可以了。那些就假的，就不用切。他说叶薇。对呀、像这个薇还切不出什么东西，这个薇还能切一点。对，我跟厂长说，那个好像帝王脸、蜘蛛脸，没有什么大劲。那只要这些也没有用，以后再也不要买了。对，我就是买着玩，没有那种什么。以后再也不要买了。对，就闲着玩。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玩这种东西的？前两年，因为就看着觉得好看，但是你没有下很大的坑。没有，就是说纯纯的是想买一个玩一下。对，但是你一言不熟。你们是哪人呢？南京，特意从过来的。没有，是来找朋友玩。好，在东莞。东莞玩了2天，然后又到那个广州哪去了。好，可以啊。就相当于顺便嘛，顺便来看一下，玩一下。坐高铁过来的？没有，开车。自驾游。对。我也喜欢。我们俩经常自驾呀，上次自驾春节的时候到哈尔滨。哈尔滨。到哈尔滨也是。就当小土豆去了。对。不过等一下你那个石头，我看这些就不用切了。没有，没事。我有兴趣去切，我知道，这是好玩。但是我想都想不到，他卖给你的全部。假的，你是怎么通过给他买？是直接是在公众平台，还是在私域平台？看是看不到的，基本上都是发图片。微商。差不多了。放心，我对这个其实心态很好，不用太。那只要是看你自己的经济实力，就像我视频评论里面很多人说，我月薪3000的，要是月薪3000，你买这些的话，可能就干掉一年了。想赌啊！但是你经常自驾游的这一点钱可能不是很多，那下次咱再也不买了，因为你们一点都不懂。对，就像我跟你说的嘛，就是小白买着好玩，因为我也不会买太多。这是你看它翡翠是翡翠，就是那种没有品质的翡翠嘛。你看，它这个东西它可以卖给你，就是翡翠是翡翠，质量不行。做假皮，聂兄，你是我这里唯一来一个是翡翠的，全部假皮，还有里面有一个是东陵石，还有这两个呢，就是微料。行长说的一眼微。